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要在那个淘宝上面购买一个快装板，就是我摄影用的快装板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这个架子然后快装上去咔嚓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这个用四分之一螺口这样子每次要拿东西，就是这个摄影东西的话要把它转上去，转上去很麻烦。那遇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遇到了很多，就是我想买的品牌叫幽兰子，我不知道它这个由幽兰子旗舰店，还有这种用中文写的幽兰子旗舰店，有中文写的，然后也有用英语写的。也有这种用英语写的幽兰子旗舰店，那我不知道哪一家才是他的那个厂家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是要打一下那个，我是在淘宝上面买的，我就要打一下淘宝的客服电话，找了一下淘宝客服电话，然后打出去问一下是到底是淘宝客服消费者的电话。亲，我在，欢迎致电淘宝天猫消费者服务热线。淘宝天猫问题请按一，天猫超市问题请按七，支付宝问题请按五，商家开店的问题请按六。一，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根据您之前的咨询记录，您是想咨询怎么投诉卖家吗？请您说是或者不是。不是。您可以说下您的问题是什么，比如我要退款，您请说。我分不清哪家是厂家的直营店。由于员工小二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，人工服务排队时间较长，请您耐心等待，或者可以选择手机淘宝中的智能小蜜为您优先服务。我是韩诺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想购买一样产品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家才是那个厂家，因为它的取的名字都差不多，一个是用英语取的，一个用是用中文取的。这个的话，您这边的话有问过商家，就是你想要这些商品的话，有跟他咨询过吗？我还没有跟他咨询过。因为他名字都取得差不多，他肯定都是说他是厂家的呀。但是这个的话没有办法给到您意见，你可以咨询一下商家，就是说把你的需求告知他，然后他这边给到你回复，你再比较一下。这边建议你是从那个天猫官方旗舰店购买的。好的。等一下，就是问他是不是厂家是吗？那我应该怎么沟通呢？就是把你的一个疑问问一下，你是想要厂家这边发货对不对？对，我可以沟通一下，你说我要买多少多少，你这边可以厂家发货吗？然后不是厂家，就是说我是想问他是不是厂家，或者说是就是说他一个是用中文取的幽兰子旗舰店，另外一个是用英语取的幽兰子旗舰店，到底是哪家是厂家，我就不是太清楚。这个的话，您可以
是哥的话，可能就很咨询一下这个商家那边，因为我们这边平台客服的话，可能不太清楚商家的一个情况。他。我就想知道。我这边看到也是提，你这个来电号码跟你的这个绑定的手机号不一样，你可以提供一下绑定的手机后两位吗？啊？你可以提供一下你这个手机号打电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两家那个到底是哪家是厂家？厂家，那你咨询一下。哦。好的，你可以问一下商家那边，好吧？那我这个是，哦，你说，我就想哪一家是厂家？这个，就是说他们备你们是、哦、你们这个备案应该有备案嘛，是吧？这个的话只能看到有商家在我们店铺，我在我们淘宝平台注册店铺，但是看不到是厂家还是商家的这种。那他注册的店铺名字叫什么？应该从名字上面应该也可以区分出来。名字就是你也是能看，我看到的名字跟你看到的名字是一样的。嗯。那就很难区分这个是，厂家还是代理商了。那你可以问一下商家嘛，对不对？问一下，那你们就没有提供，就是说，现在是北京时间，因为比如说19:00，比如说索尼，或者说是什么美的，肯定有一个自己的厂家一下子只能厂家注册，而不能那个其他人注。厂家直营店，这个我们是看不到的，只能看到这个商家有在平台注册店铺，但不知道是商家还是厂家的。就是查不到的。 你这边问一下商家好吧，那他们是不是厂家？他一直没回答。你是刚刚才回复的吗？有的商家就是说可能回复比较慢一些。他说他一直把这个打这个，他说他们有自己的工厂。那我问他你是厂家吗？他说自己有自己的工厂，有自己的有商家，有就是说没有正面的去回答。那有可能就是说他们是有自己的工厂，但他这边可能是代理商，就是从上厂家那边拿货。那哪一个是幽兰子，哪一个是那个厂家呢？那这个不太清楚，所以让你咨询一下，小孩不能说随便给你解答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不太清楚的。哦，好好，那你们也无法解答，就是说哪一家个是厂家，你们也没法提供说哪一个是，就是说虽然不是李逵和假李逵和真李逵的区别，但是我就希望是厂家直接发，而不是代理商直接发。我知道，可以问他一下嘛。如果说有的这些厂家，他肯定说我是厂家发货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含糊其辞的，那可能就不是厂家嘛。他没有直接问，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说你是厂家吗？他就是不正面的回答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正面的回答说不是。那可能他这个含糊其辞的估计也不一定是这个厂家。好的。那你现在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他们也不是厂家。好的，那祝您生活愉快，再见哦。再见。请您在提示音后对服务满意情况进行评价。满意请按一，不满意请按二。哎，给他一个满意吧，也不容易。感谢您的评价，再见。那很多的标的自己是旗舰店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不一定是厂家自己去开的，有可能是代理商去开的。所以说，我希望是厂家去，就是说买都是同样的价格嘛，也没价格也没什么好商量。一般如果代理商去开的话。价格上面可能没什么优惠还什么之类的，那维修啊什么之类的也比，我不知道，我是个人感觉，如果是同样价格同样的品质的话，因为都是标的物都是一样的话，我宁愿是我更希望厂家发货，是吧？厂家自己开。那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
那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啊，我能做到了我尽量去做到，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的微信或支付宝给我一点资助，那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